Seven Days Decide Your Story 是一款惊险刺激的文字冒险游戏。主角在某天突然死去，随后收到死神卡伦的邀请，参加一场人生复活赛的试炼。然而，死神仅仅留下了一项道具和几句话就消失不见，留下主角面对为期七天的考验。玩家将会遇到数名一同参与复活试炼的对手，你可以透过对话的方式选择与他们交好或是为敌。游戏除了众多的对话选择之外，在许多重要的过程中还穿插了不少的动画，让玩家更有身临其境之感。如果是你来挑战，你能完成试炼顺利复活吗？